纽西兰特色料理，可怕原物料吓坏女友。之前我带我女朋友去纽西兰玩，吃一些当地的菜嘛，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嘛。哦，在开始在想，像有他就说，哦，为什么是叫 mountain oyster？ 我妈妈就说，没有啊，这个不是海鲜，她说就是绵羊的那个蛋蛋。啊，你们都吃鸡的屁股啊，我不能吃绵羊的蛋，是不是？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